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，曼哈顿的钢筋水泥尽头之处都会突然悬挂着一轮圆圆的太阳。今年从5月29号到6月1号，其中的周三、周六能看到半个太阳在悬挂，而周四、周五能看到一整天的悬日，时间从每天晚上8:10到20之间，大约持续15分钟。民众可以到14、23、34、42和57街附近的街道，而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附近的34街和42街是最佳观赏地点。如果错过这次悬日的朋友，则要等到下一次了，时间是7月12、13号晚上。新唐人记者柯婷婷，纽约报道。